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你乘坐贵国的看台，观看华夏演艺传奇系列。您想看的是我们正在做的贵国的室内实景演绎驼铃传奇秀，将伴你度过一段难忘的旅程。虚岁月再现。公元2013年9月7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，在这条驼队曾经走过的丝路古道上，深情地说：“我的家乡，中国陕西省，就位于五丝绸之路的起点，站在这里。”回顾历史，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，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，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的亲切。Thank you.
第一幕，送信千里。广运他的老码头，西连罗马，东接三江，是盛世大唐抹不掉的缩影。由此踏上丝绸路，成为血性男儿的狂热追求。驼工一路艰辛，福祸相依，丝路上多少圆梦人富甲一方，多少遗骨永远留在丝绸路上，换来了乡土的繁荣，大唐的昌盛。
放心，我的命吧，连阎王爷都不要我，他会让咱俩厮守到老的。你留下，你拿上，你留下，你拿上，真乖呀，你留下，燕子。